赵曙光，城中的打铁铺都无异样，唯独这家自董赃馆被捕以来便关了门。外人知道这里地处偏僻，生意不好，但我们留意到，每日仍有仆从给铺子里的人送吃食，但这铺子里的人却一次也未曾出门。 天下铁匠，最是尊重主人，不可能任由神像染污。你想跑？ 能查到这里，算你有本事。那你想知道的，我一个字都不给说。我无儿无女，无亲无眷，你还能捉我九牛不成？我知道你二人开口的手段狠毒，落在你手里，定是生不如死。所以，他要服毒，自己来。 做过事的所有伙计，还有徐府上所有的仆人都给我抓过来，一个一个的审，我倒要看看我能诛他几族。少主公，可是认得这太监？便是化成灰，我也忘不了。 调换那批劣等军械入库之人，便是他。我既让他这般轻易就死了。
把这间铺子给我拆了，掘地三尺给我铲！是。 等等，不要闹太大动静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徐金虫的死讯，暗查他跟所有人的来往，所有人的消息，不放过任何线索。是。